傅呢？啊，有你师傅呢。当然，我师傅教的我。那是。最主要，我们俩在台上配合的默契。对，这么磨合的，对不对？这多少年了？对，我们俩给大伙说相声七年了。你发现没有啊？说相声，咱在台上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赚钱，对不对？哎。我就纳闷，您都红成这样了，说话就不能巧妙一点吗？我已经很巧妙了，就是为了买房。您这话说，就为了去送去笑声，为了给大伙送去欢乐。你看主流就没干过。哎，送去笑声。对对对。大伙一微笑，一哈哈大笑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。是，钱就来了吗？就哎，爱听这一句。就一下一下高潮了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这句话捅到前列腺上了，您真棒，真棒！哎，是就是给大伙送去快乐，是是，大伙哈哈一笑就可以了，开心了。哎，哎，你不知道发现没有啊？这个笑啊是有规矩的。笑，研究笑了吗？笑啊啊，研究研究，知道笑吗？笑，知道笑，知道笑，知道笑，我很开心。嗯，真的，他知道笑，我跟你妈我都很开心，真的。这孩子真的没白养。你哥，你没完没了的是怎么着？你跟我妈开这么？我的天哪！